请主题。请问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闭幕式上，前首相安倍晋三以什么角色扮演装扮登场，接棒介绍东京 ？A. 皮卡丘 ，B. 超级马里奥 ，C. 哆啦 A 梦。我的答案是 B。超级马里奥。针对来宾的背景专长，客制化九宫格考题，每集都精心打造。由曾国成、蔡尚桦主持的节目《全明星攻略》三度入围金钟益智及时进节目奖。除了我们有推出一些新的单元，资格赛的变化哦，让观众觉得好玩。在来宾的邀约上，是着实用了很大的努力，透过客制化，然后让大家去一个不知道的领域得到新鲜的资讯。来宾遍及各行各业，曾国成主持风格稳健，不失幽默，问答之间笑点不断，节目寓教于乐，得奖呼声高，将与全明星运动会公示主题之夜秀、温三儿餐车环岛发大财二、今天谁来电等四个节目一争金钟宝座。除了全明星攻略，东森电视的另外一个优质节目《超级总动员》，主持人郭彦均、钟欣凌也入围第56届金钟儿少节目主持人奖。超级总动员，大家来动员。超级总动员每集开放两队国小同学上节目挑战，面对学生同言同语，钟欣凌、郭彦均总能与他们打成一片。哦，年薪可能会比较高，看。哇哇哇哇哇！老师，哇！我们为什么那么好 Q？ 亲切自然的态度备受好评，两位主持人都很期待能够摘下奖项。东森新闻陈宏仪、方芳兰在台北报道。就肯配饭。